天气越来越热，每次大汗淋漓的时候，你最想做的事情一定是开一瓶冰镇可乐，在气泡喷涌之前闷下一大口。呀，我还没有等你爽完，就有以你妈为首的七大姑八大姨在你耳边开始唠叨：可乐喝多了会骨质疏松啊！网上说了可乐杀精，让你老公少喝点。你那个牙不好啊，就是喝可乐喝的。啊！你们都听清楚，背负着这么多罪名的可乐是被冤枉的。五，可乐的严重后果究竟是什么呢？喝可乐只有一个坏处，让人发胖。可乐要想达到多数人喜欢的甜度，需要添加10%左右的糖。一罐330毫升的可乐大约含糖34克。美国心脏协会建议你们人类要想活得健康，就要少吃糖。来自这种添加糖的热量，女生每天最多摄入100卡路里，换算成重量就是25克糖，一罐可乐的糖就已经超标了。虽然无糖可乐里添加的是不含能量的甜味剂，但有一项动物实验显示，吃甜味剂的老鼠可比吃糖的老鼠吃得更多哟。控制你的嘴才是硬道理。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，快来关注女子力科学社吧。